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许多私人岛屿不仅风光独特，还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。本期推荐的 King's Island 完美展现了苏格兰的独特魅力。 King's Island 坐落在苏格兰西海岸，该地区以其优越的帆船和游艇条件闻名。你可以从奥本镇出发，利用定期的渡轮服务，也可以选择私人游艇、直升机或水上飞机直接到达岛屿。该岛通过良好的公路网络连接到格拉斯哥，使得前往这片世外桃源的旅程十分顺畅。 King's Island 占地约261英亩，地形丰富多样，包括起伏的山丘、茂密的森林和广阔的开阔地带。岛上的古树如橡树、白蜡树、花楸树等点缀其间，增添了自然的美感。东海岸拥有良好的山地牧场，而岛内的成熟林地则支持着丰富的生态系统。沿海悬崖、隐蔽的海湾和沙滩为徒步、观鸟、垂钓和狩猎等户外活动提供了理想场所。 King's Island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铁器时代，岛上保存着两座碉堡，见证了其重要性。20世纪30年代，岛屿曾归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导师庄士敦爵士所有，他在此进行了一些现代化改建，融入了中国建筑风格，甚至建造了一座佛教寺庙，使岛屿增添了独特的文化色彩。现任岛主在20多年前购入 King's Island， 并投入巨资进行现代化升级。岛上配备了海底和地下三项电力系统，全自动发电机备用，并通过95米深的水井提供淡水。一个隔热防潮的500平方米机库，可容纳2架轻型至中型直升机。此外，岛屿通过微波通信与大陆连接，并通过 Starlink 提供高速互联网，确保在这片偏远天堂也能与外界保持联系。岛上的建筑设施得到了精心维护，主要住宅为一栋4卧3浴的完全翻新房屋，宽敞的居住空间可进一步扩建，还有一栋3卧2浴的农舍，提供额外的住宿选择。对于海上活动爱好者，岛上设有65平方米的船库，以及专门为水上飞机建造的混凝土坡道。最近的升级包括一个现代化的浮动码头，提供更深的游艇泊位和电力支持。岛上的路径和桥梁网络使得全年都能轻松探索整座岛屿。 King's Island 是一处稀有的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不仅是苏格兰历史的一部分，也代表了现代奢华与隐秘生活的完美结合，非常适合作为私人度假胜地或永久居所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